OK， 最后一箱，这份儿是啥东西啊？瞅一下。这个就厉害了，啊，厉害了，好吧，我把这个签儿呢先给大家撕下来，撕下来，省得看不见品相。依旧先看品相，品相这个东西很关键。卖东西呢，人啊，你不管怎么说，你把品相给别人说清楚，对吧？新老真假，每一个人看法不同啊。当然，这东西肯定是有对有错的。但是看法不同，可是品相这是绝对的。你不能说这东西残了、修了，你告诉我这东西全品，不合适，这人品就有问题了。OK， 好，确实是全品。大家看，这是一个展。OK， 一个展，黑釉的。这窑口呢，说实话，不是我擅长的窑口。啊，这是一个南方窑口，福建的福清窑的一个南宋时期吧的一个小的黑釉盏啊，有人把这叫盏盏，其实不是盏盏，盏盏那种窑口太多了，这个什么铁胎的呀，什么建窑的呀，什么福清窑啊，什么这窑那窑一大堆啊，我真的对那个不太懂。可是为什么我买这个？因为这个东西它开门的程度连我都看得懂，而且釉光很好，本来买来就是自己喝茶的啊。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讲究，但釉光特别棒，而且圆正平，没有什么那个什么瓢啊，没有这个东西，所以自己喝茶很好，而且大小很合适。那我跟你说福清窑，我也说不出来个什么东西啊，我只知道这个窑口属于建窑系，福清窑有很多的名品土豪呀、啊，这个那个的很多，这个不见得就是它窑口不如建窑，或者说它不是正儿八经的建盏，它价格就低，没这概念。这个概念其实很错误。这个建盏也有很便宜的，但是建盏也有贵的，你买不动的。但是大多数来说，你碰到一个全品的建盏，釉光好，它都不会特别便宜。然后福清窑现在价格也贵啊，南方窑口这种盏类我属实是玩的少，所以我给大家也说不了什么，我只能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就买了个这东西，而且这个东西就是。连我这种对南方窑口不是很熟的，我都看得明白，它是一个老的，而且应该年份就在南宋。怎么讲？这个东西你学到最后，玩到最后是通的，就新老你肯定分得出来，但是大概什么年份你不太清楚。可是如果你再把它更细致、系统，然后的去梳理过以后，你就会发现其实都差不多。你包括玉杂项都是一样的，它一个年代。一个风格，你就说大年代，明代流行什么风格，清代是什么风格，这一定差不到哪儿去。你不能说，哎，一明代流行一清代风格，那这肯定是不对，对吧？要么就是明代东西改件，这肯定是不对。如果你真的是特别喜欢这个玩这个行当，或者你特别热爱一个门类，比如就是古陶瓷其中一个门类，比如说就是这种啊建窑系或者这种建盏呀、福清窑盏。你对它进行深入研究，你就会发现哦，这南宋早期啊，南宋中期、南宋晚期它都不一样，然后这个窑口又分什么时期啊，哪一类人啊，还有偏窑口、杂窑口烧的都不一样啊，这就细了，这就多了啊，特别多了，所以这个就没法细说。但可是你得到那程度再说那个话，你不能说你哎呀我去天天在那装13没意思。你有一句话叫什么呢？就是你肚子里边有没有，一张嘴行家都知道啊。你一张嘴，我们不说我们吧，就是大家就知道啥水平，就不用再多讲啊。而且就是这一行呢，很多人是拿藏品说话啊。这期咱们就因为我确实对这个了解不多，我知道这是老的啊。如果有觉得这东西新的，可以评论区来反驳我啊。但我认为这就是老，又是南宋买的人，我也知道他是干啥的，挺靠谱。这个聊到哪儿，就说这个藏品啊，就是咱们这个玩收藏，不是拿理论去跟人讲的。你理论扎实，说句实话有用没？有用。如果你是一个真的懂、真的明白，理论扎实，它会让你这个更扎实啊。你去判断一些东西，你会更笃定、更懂。可是就是说，如果说你这个咱们判断它到底怎么着玩的好不好，很简单，拿藏品。你拿个什么东西出来，大家一看就知道，不用多讲。你啪整出一奥特曼来，哇，
你嘴上一套一套没用的，真没用啊。有的人嘴上特别挺能说，可是一到真刀真枪开始练的时候，你去看给人扫钱的时候虚了，一样假把式，没用，一点用没用。这个怎么讲，最近也是碰到了很多这个抬杠型选手啊，他们很喜欢抬杠，你说为啥，没啥意思了，你是什么情况，怎么回事，大家都很明白。我是挺不高端，我玩东西就是啊，尽量往好的地方去玩，玩我自己喜欢的就好。你成天给我整都是官窑的故宫藏品，你这种东西我受不了，我也买不动，是吧，咱也不敢啊。你把故宫玻璃敲碎了你试一下。开个玩笑啊，这是扯远。一个这个宋代南宋啊福清窑的一个盏，釉光非常的好，你看这种釉光就很漂亮，老的这种釉光很坚挺很柔润啊，它不湿，也不是那种水，你说它是水是油说不清，它介于那个之间那种感觉，包浆就很凝厚，然后它的胎你看就这种感觉，没什么多讲的，这种东西这是个人都看得懂。你要说这东西不对呢，我从此不玩老南方老窑了，不碰了，好吧。啊，这集扯得有点卷啊，扯得有点多了，说点没有用的话。我怎么讲？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吧，继续听我给你扯淡啊。你要觉得扯淡有意思，那我以后视频里边多扯一些淡；你要觉得扯淡没意思，你也评论区告诉我，我就少扯点淡。好吧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